然后给你道路、蛋壳、这个色。椒盐半茶匙，鲜奶油1/2，这是一颗蛋黄的量，一颗蛋黄的量，我们打过滤。锅子涩涩的啊，我们要养锅，放半匙的油，让它润锅，工具都要摆好，然后后续的东西啊，因为它很快着色，好，我们的锅子它冒烟了，我们去把它从锅背、锅子的背后把它冲了。啊，这样看，锅子跟刚才有没有一样？油油亮亮的，因为它高热以后，锅子你看不见的毛细孔它就张开了，你放油，那我们一冲水，它就收收，它把油包含在里面，所以它非常亮的。让它热，热锅的油，倒汤匙的油，一样刚才已经给热锅，我们蛋倒入。把熟的蛋把它刮起来，把蛋那几个熟的蛋把它刮起来，然后我再快速的搅拌，再摔一摔，让它比较平，快速的加入火腿乳酪。推它，推它哈，压它，将食材压里面，好，推它，好，可以把它包里面就好，拿进去。把它滑下来，好。